春节厨艺炫技第二弹，广式五香脆皮烤五花。上一个视频上了全国大热门，一天涨粉100万，我的血压也升高一晚上，非常感恩所有哥哥姐姐们的支持。今天把这道更容易的版本送给大家，用家里常备的调料调一个香到你鼻孔放大的五香烤肉料，渗透在二师兄的每一个细胞，温柔的做一个马杀鸡，腌20分钟更加入味。用锡纸折叠包裹猪肉，把猪皮擦干，伤口上均匀刷上白醋，缓缓的撒一层粗盐，这是脆皮的关键。烤箱200度烤5-7 39分钟后，去掉表面的盐，再刷一层白醋，烤至表皮冒泡，连隔壁老王都能闻到。切开的那一瞬间，忍不住偷吃几块。简单摆个盘，摆成爱你的形状，搭配不同的蘸酱，这绝对又是一道提升你家庭地位的硬菜。关注我，分享100道家庭版世界美食。